太扯了，我太不懂了。你看那个一般组怎么打、啊？他这是一百零的，双打。对，很厉害。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什么飞？你在讲宝星呢？太假。他们说六季才换球，因为社会体调比较风险嘛。对，因为社会体调，然后觉得他就是学生的感觉。这样好有道理。因为中大跟有些把太平洋放在下面。那新中大。啊，一般你怎么走？他输那个球的，他胜利在做。压胜利就强。学了一个招。没球没球啊，他们刚不让换了、啊、他在前边因为没球啊、嗯、没有啊，我信今天在江打的没球哦，谁叫你用这个球多啊，改起来改起来改起来角度改起来角度，这是不是流量密码他剩一支，他应该早点断的，我们都不要加油了。像你要替他，我们冠军你们这样，你就说我是赢。那他就落后大波分量，不建议。我像你这样，如果他只做输掉，你就是输的第一。我接他。要火锅就比较讨厌。哇嘞的，好嘞好嘞，那种一百多十就照顾别人。哎呦！我是怕其他那个都是错在大。哎呦！这个习惯了。三只单攻应该可以打到篮区了。
先去那边好了，那边啊，公关两点。啊，就公关这一点比较有的来，他打我们，我们直接被吃光点。等待有三百，但是我们没分卡给你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可能有啊。我们现在剩一团。我们今天没有想要搞，不是我说的。跟你一样过关，你的大小。
上次我在屏东体育馆看过万林打球，真的假的？他跳到底线了，跳到砰一声，我在线上跑，那个球就在线上跑，吓到。万林特别高，屏东体育馆超高的。哎，这算破解吗？长球，对，我说这个后退的。以为车拿到是包已经断掉了。
半其实看不太出来。Nah.